天要来玩一款免费畅玩的生存游戏《Once Human》，然后《Once Human》是一款超自然和怪诞元素如 SCP 和克苏鲁风格的怪物。这款游戏高品质，而且可以免费玩 ，CP 值很高哦。其中的收容异常系统可以收集造型特别有趣的 SCP， 帮你采集物资。还有对生存建造玩家友好的系统，建筑物件很多，而且玩法自由，重点搬家不用重盖，超方便的。然后目前 Once Human 与第五人格机阴阳师联动中，我们来串脚串脚，看有什么可选。哦，男生的角色，我不要变男生啦、啊，这好酷哦，好像蝙蝠侠。也有好恐怖哦，怎么办？我觉得这个好适合我，女生有黑黑的，可是我觉得这个感觉很可爱。哦，这个应该也蛮多人会选的，算马尾。还有公式包怪物，哎，好恶心哦，它舌头超大的，啪一声就被松鼠杀死。哦，可以投递他的公司吧 ，OK。嗯，我瞄蛮准的，很有天赋。我的家务公司吧，我要去上班了。要去上班的松鼠，没有，又出现了公司包怪物。欸，他要去哪里？绕跑了啦！可是我打他免疫啊，怎么会这样？看一下，真的很免疫。他到底要去哪里啊？哦，他停下来，停下来了。哦，逃跑哎！开箱子，开箱子，有什么东西？公车过来，好可爱！为什么突然间这么多怪啊？好恐怖！哎，他又复活了！击败浮影的猎手。终于要打过来了，这冲锋枪不错用哎，我觉得他的枪好像更好用，为什么？我的枪怎么不见了？被我打爆了吗？没有这么耐久度那么弱的吧？有功夫哎、欸，南瓜有人可以偷采南瓜吗？欸，可以哎、欸，是可以采集南瓜的，当一个采瓜贼。这里还有个异变的农夫，电灯爆虫好讨厌。我敢偷偷撩我的鞋、啊。欸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，救命啊！紧急召唤我史莱姆。嗯？掉了、欸，蛮搞笑的。啊，身体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获得元素小子哦，
元素小子是在这边获得的、喔。他看起来不太想做事哎、欸，好好笑哦、喔！我那天把他抓起来，好酷、喔！然后再把他好像巴鲁一样，丢掉他的东西。哎、欸、你家为什么会有甜菜？啊，炸炸炸，那什么摘的啊？甜菜不是应该要长在土地上，或是我是种在家里？我跟你说，没有一个冰箱。有啊，我有看到。它、啊、能做什么？而且没有帮它插电哦。我看起来像有太阳能吗？好恶心哦！觉得怪物很恶心的松鼠。没办法，我们只有奴。不过你在这边，跟你并肩作战吧。哦，我可以召唤那个我的翼龙物，让他们见识一下它的力量吧。直接砍比较痛哎、欸。我刚才慢慢射，挑战成功 ，OK。这次应该是可以的。刚用冲锋枪打，应该是还算蛮快，只是就差在没子打。过来，哎，又没子弹了，什么鬼啊？你这头皮也要射爆他！哦，他那个是导弹呢，抹不掉的那一种。不要跑快一点才躲得了。攻击！没弹了。耶、yeah, ，打赢了，好感动哦！哎、欸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哦，特别的怪出现了，它是被什么辐射的？哦，它叫幽灵，可是不能收集它当那个。你讲的体力值应该是一天可以用的体力值，好像没有这种东西。谁、欸、跟我说机车只是那个召唤物的，会死人的好吗？是会死掉的好吗？好吧，今天先玩到这边好了，休息休息。大家拜拜。